谢你，谢谢你，就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站立在这里，这样自由的来敬拜你，这样自由的在你的面前毫无保留，就谢谢你，主哈利路亚，主，真的各样的美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天上的父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因为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今天就来感谢天父赐下唯一的耶稣在我们的中间为我们舍命，哈利路亚，主，在黑暗中曾经彷徨，无盼望也无光，你从天堂爬到身旁，全是怜悯的目光，律法语也能完成，因你从童女而生，你离开宝座和永恒，在地上走完一生，不衰微，不妥协，全要引导的方法。
们一起读一段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六到第十八节。很熟悉的圣经，我们一同来念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就读到这里。你知道，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未知的道路的时候，心中常常会感觉很彷徨，不知道下一步将会如何。我们也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寻求是神的心意，求神指引我们当做的事。但事实上，今天无论我们的环境是如何，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到第十八节里面早已经告诉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最基本的心意。这个最基本的心意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换句话说，无论是顺境逆境，有疫情没有疫情，神的心意就让我们常常的喜乐，凡事谢恩。 Amen。 事实上，保罗自己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不是吗？当他为福音的缘故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他写信给他们的时候没有说帮我祷告啊，求主快快救我脱离监狱，没有，他没有这样说。反而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我们看见保罗没有只是求神来救他脱离那个环境，反而劝勉弟兄姐妹在无论怎么环境当中都要喜乐，而且常常的喜乐。你说在环境顺利的时候要靠主喜乐，那是理所当然，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在困境当中怎么能够靠主来喜乐呢？今天早上四方面跟大家来分享怎么样在困境当中靠主喜乐。第一个，要确信神是在困境之上的主啊。给你们说，他是在困境上的主。弟兄姐，你说在人生的道路当中，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是一帆风顺的。人生总是充满顺利的时刻，也充满了艰难的时刻。但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有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无论我们环境是如何，神永远是在我们环境之上掌权的神。 Amen。 我们也许不明白事情为什么如此发生，但神的手却从来没有停止工作过，为的是要把我们带进到他得胜的心意当中。这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这样说？我们一同来念这个经文，很熟悉的经文。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在这里我很喜欢保罗说我们晓得，换句话说，不是只有保罗一个人的想法而已，而说我们都晓得的意思。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大家所认同的一个事实啊，就是万事会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换句话说，不但是顺利的环境对我们有益处，困境一样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你说困境会带给我什么益处呢？三方面。第一个，困境能够使我们回转来依靠神。困境能够使我们回转来依靠神。你知道当环境顺利的时候，我们常常不觉得很需要神，不是吗？反正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是有办法吗？我们总觉得自己还蛮刚强。只有当患难一来，我们才明白我们自己是这样的脆弱，我们多么需要神啊！只有在那个时候，我们才懂得什么叫紧紧的抓住神，我们也才可能真的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你还记得有一次彼得跟其他的门徒们在加利利海上，就看见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彼得就对主耶稣说，主啊，若是你的话，请你让我走到你那里去吧。没想到耶稣就说，你来吧。那彼得真的就是走到水面上了。一开始我相信他一定很得意的，你可以想象彼得这个人 OK， 他走在水上那种很得意的样子吗？好得意啊，广东话说，真的。可没想到一下子风浪就来了，
彼得一看见那个风浪，心中就害怕，就开始沉到水里面去。就在那个时刻，他向主发出了一个全本圣经最短的祷告，只有四个字：主啊，救我。你想再祷告长一点都没时间，我告诉你。在那一刹那，他发现他多么需要神。在那一刹那，他懂得奋力地抓住神。也就在那一刹那，他经历到主耶稣大能的拯救。你们弟兄姐，如果你仔细看圣经每一个神迹，难道不都是人在困境当中走投无路，回转来依靠神的时候，他们就经历神大能的作为吗？所以当你我在困境当中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只是在那里埋怨，而是要紧紧抓住神，因为这是你可以经历神大能作为的机会。你们，所以第一个，你一定要看见困境是使我们回转来归向神的时刻。第二，困境能够使我们成长。困境能够使我们成长。很多时候神容许困境临到在我们身上，因为神要把我们推到一个新的领域里面。一旦我们到了新的领域，我们就发现以前的方法不适用了，我们就必须改变自己。虽然这个改变自己的过程也不容易，可是我们发现我们必须要改变自己来适应新的环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就成长了。就好像在这疫情当中，神一夜之间把我们通通都推上网路去了。哦，以前不大熟悉 computer 的，不懂得，都不大懂得电脑的，忽然间现在通通在网上，通通到连我们的老人家都可以网上上网了，都成长了。以前都不会，通通成长了。你必须要改变，神把你推到一个领域上，你必须要改变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成长了。我就想到在旧约的约瑟的故事也是这样。你知道以前我们读这个约瑟的故事的时候，我们都比较着重于哈神在试验嘛，试验约瑟，对不对？但事实上，我越来越看见，约瑟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在困境当中生命成长的故事。你说怎么说呢？因为本来你知道，约瑟在他的父亲家中啊，是被最宠爱的孩子。我们看见那是天之骄子啊，说人家别的兄弟都穿平常的衣服，只有他穿彩衣啊！你说这种人讨不讨厌呢？讨厌的。再加上一天到晚还要做梦，做梦还不打紧，还说你们都要拜我。你说这种人讨不讨厌？难怪哦，就我告诉你，如果你我是他的兄弟，我们也都会把他卖掉，卖到埃及。这为什么神容许危机临到啊？让他卖到埃及做奴隶啊，他就开始学习管理自己了，管理自己的生命啊，管理自己的口舌啊，从管理自己发展到管理主人的家。神就在让困境再次临到，他就被下到监狱的里面，他又必须要改变自己啊，学习成长，从管理一个家到管理一个监狱。后来神又把他提升到成为法老面前，成为埃及的宰相，他的生命又被扩张成长，从管理一个监狱到管理一个国家。如果你看约瑟的一生，真的就是一个在困境当中成长的故事。所以今天当你我处在困境当中的时候，你要记得不要只是急的祷告求神帮助你脱离这个困境，不要这个只是求困境消失。我告诉你，困境不会自动消失的。我再说，困境不会自动消失，就算你禁食祷告也不会消失的。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在困境中成长。跟你们说，神要你在困境中成长。管理神所给你的环境，那是个关键。管理神所给你的环境，危机就自然能解决。所以困境的确是神训练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管道。你们，第三，
困境能够带给我们新的机会，困境能够带给我们新的机会。中国话说危机就是什么？转机嘛。很多时候我们在困境当中，常常只会因为环境的改变，我们很埋怨，却没有看见神放在你面前的机会是一个能够改变你一生的机会啊。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后，那是全球性的大危机啊，特别在纽约市，大家都人心惶惶，很多人经历了亲人的死亡，环境的改变。就在那个时候，我收到纽约萧慕道牧师一通电话，他那个时候还是在另外一个传统的教会担任牧师，心中一直很挣扎要不要加入灵粮堂。那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一开口就说，刘牧师，911把我震醒了，时候不多了，我无法再等下去了，我要起来，要为神建造个荣耀的教会。他就离开了原来的教会，开创了纽约丰收灵粮堂，现在已经成长超过500人了，而且他们买地建堂。哈利路亚，感谢神，在危机之中他看见神给他的机会，他抓住这个机会，就经历神丰盛的恩典，那真的是一个改变他一生的机会。所以当你在困境当中的时候，你要确信神仍然在掌权。无论你多么难以明白神的作为，我告诉你，每一个困境都可以变成神的恩典的。跟你们说，每一个困境都可以变成神的恩典，跟他说。所以第一个要确信他在困境之上的主，第二要数算神的恩典，跟你们说要数算神的恩典，跟他说。第二节，神的恩典是要数算的啦，因为不数算的话，你就会忘记神的恩典。一旦你开始数算，你就会发现啊，神的恩典真的越数算越丰富哎。所以有一首早期的诗歌讲到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年纪大的人就会记得这个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历时乐欢呼啊，这里说。那你说要怎么数算起呢？就从你生命中所有一切的事物开始数算起吧。你知道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看见的是我们所没有的东西，却没有看见神所已经给我们的东西。就像旧约时代圣经当中，我们看见有一次以利沙他的门徒其中一个门徒死了，他的妻子就来寻求帮助，因为他们欠了很多的债无力偿还，现在债主又来逼债要把他们的儿女带走。从人的角度讲，这个寡妇是一无所有哎。我们看见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以利沙第一句话问他的时候，以利沙不是问他说，哎，你需要什么？如果以利沙问他你需要什么，恐怕这个寡妇有一个长条的清单要给以利沙。反而以利沙问他说，嘿，你家里有什么？你家里有什么？换句话说，换个角度来思想吧，不要只看见你所没有的，要来看见神所已经给你的东西，要为神所已经给你的献上感谢。你们，所以我常常说，生命突破的关键就在于从你所有的开始做你所能做的，就这么简单。你想要突破吗？生命突破的关键永远从你所有的开始做你所能做的。特别是我们这些生活在北美的人，我告诉你，我们真的需要为神所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来感谢神。你知道我常常在各地做宣教的工作，每一次我在第三世界看见第三世界的孩子的时候，我就不能不为我们在这里生活在北美的弟兄姐妹献上感谢。因为在第三世界的孩子真的没有像我们这里有这么美好的环境，没有像我们这里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每年都有圣诞节的时候都有送爱到非洲的活动，我们总是送一些礼物给在非洲村落的孩子。
其实我们送给他，真的从人的角度，我们的角度是一点点，但对他们来讲，他们感觉如获至宝。所以今天无论你说你的环境多么艰难，多么不容易，其实神把我们放在北美，我们已经是一群蒙神大恩典的人。 Amen。 所以要为神所给你的一切来献上感谢，不但为神所给我们的个人的恩典来感谢，也要为我们的家人来感谢，为你的父母来感谢吧。不要一天到晚只嫌他们唠叨。你知道现在连我两个女儿都嫌我唠叨，你知道吗？你能够想象我是很唠叨的父亲吗？这么平常都不讲话的人怎么会唠叨呢？真的是很唠叨，我发现。但其实为什么唠叨啊？还不是因为爱吗？对不对？有爱在其中嘛，不然为什么唠叨？我请问你。所以要为他们感谢，为了他们的爱来感谢他们，为你的另一半要献上感谢啊！不要一天到晚说哎呀不像从前了。当然不像从前了，不但他不一样，你也不一样了，老兄。曾经读过一篇文章形容中年夫妻，他的题目就是秃头王子胖仙女，你知道吗？大家都不一样了，哎，都不像从前了。但重要的不是不一样了，重要的是珍惜现在神所给我们的一切。你们，我们也需要为教会来感恩呢。我们真的要感谢神把这么美好一个教会给我们。你们，我告诉你，在这里你真的可以找到一批为主心中有大志的人。我告诉你，在这里真的有看见有一批人是肯为神做大事的人。在这里，在这里你真的可以找到一群真正关心你而且愿意与你一同奔走天路的人。我看见牧者跟同工们无怨无悔的摆上，不是说家里没有老的小的都有，可是就是这样甘心乐意付出摆上。我刚才我常常看见我的同工们在神面前这样摆，我真的常常眼泪掉下来。真的看见他们就是愿意为神，为神的教会，以至于在疫情期间我们教会的事工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更加的扩张了。好不好，我们一同为我们牧者同工们一同来鼓掌好不好？真的是真的为他们感谢神，感谢我们的同工跟牧者。另外我们要感谢神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场地，真的坐落在佳美之处，不是吗？你们就在101高速公路的旁边，好像个地标一样，没有人不看得见，一定都看，人人都看得见。我们也特别感谢神给我们教会后面这么大一个仓库。你知道当初我们在买这个场地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大仓库要干了什么用啊。一直到疫情一来，我们食物发放中心的事工需求越来越大，才发现正是因为我们有这么大的仓库，我们现在才能够每个月服务超过14000个家庭。回想当初我们买这个地方的时候，谁能够想得到今天这个光景呢？谁想到这个仓库的用途呢？神的意念真的远超过我们人心所能筹划的。你们，所以真的是要为神所已经给你的一切来献上感谢。我们越多数算神的恩典，就越多的恩典可以数算。我再次说，我们越多数算神的恩典，就越多的恩典可以数算的。你们，第三，要让恩典来涌流，跟你们说，要让恩典来涌流，跟他说。啊，今天神赐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活水的生命，你在生命河，这个活水江河，活水江河是要不断涌流的。无论你的环境是如何，神的心意都要成为让我们成为一个施恩典的管道，让神的恩典从我们生命当中涌流出去。也许你说啊，牧师，等我环境好一点再说吧，等我够用了以后再说吧。 No， 你永远不会够用的，我告诉你。有一次有一个人
问这个美国的这个大企业家洛克菲勒，他就问他说，哎，你觉得你还需要赚多少钱呢、啊、你才会够用啊，就够就满足啊，你要赚多少才满足？你知道洛克菲勒怎么回答吗？洛克菲勒笑了说，只要再多一点就够了。换句话说，永远不够了，永远不够。我们看今天无论你拥有多少东西，事实上你都不会因为你所拥有的得到满足。为什么？因为你永远希望要更多，这就是人的心态嘛。为什么不满？因为你永远想要更多。今天如果你真的想要经历神所应许满足的人生，你就要学习给予出去了，不是更多的得，是更多的给予，去与别人分享主的爱，去分享主的恩典啊。这就好像在以色列，我们看在以色列有两个内陆海哈，一个是加利利海，一个是死海。你知道这两个内陆海其实是同一个来源，你知道吗？大家都从但啊，一个约旦河从但开始流，流到加利利海，最后流到死海。哎，这两个海是同一个来源，可是呢，这两个海是何等的不同啊！加利利海是充满生命的海，充满了鱼群在里面，多少耶稣基督的神迹奇事都在加利利海的旁边来发生的。可是死海呢，却是个没有鱼群、没有生命可以存活的地方。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呢？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加利利海是个活的海，水有进有出啊，死海呢却是一个封闭的海，水只有进却没有出，至终是又咸又臭。弟兄姐妹，今天想想看，你的生命是像什么呢？是像加利利海呢，还是像死海一样呢？今天如果你的生命里面充满了苦涩跟埋怨，那我告诉你，胜过心中苦涩埋怨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就是走出你自己那个自我封闭的心灵世界，去实际帮助在你身旁中有需要的人群。你知道有一次我听到有一个人，他在经过失败之后，他分享他失败当中学习最大的功课。他说什么呢？他说从此再不相信别人了。哇，这何等可悲的结论呢、啊！经过了失败，他的结论是我再也不相信别人。他以为他变得聪明了，却没想到自我封闭才是真正剥夺他生命祝福的原因。所以永远不要只为自己唉声叹气，你越是不肯分享主的恩典，就越没有喜乐，你越得不到神的祝福。阿们。这为什么圣经说施比受怎么样更为有福？你说从人的角度讲，怎么会施比受更有福？是明明得到才有福，怎么施与会有福呢？但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当你能够看见你所付出的东西能够带给别人生命的改变，能够带给社区的改变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喜乐是你绝对无法形容的。就像我常常说嘛，当你带一个人信主，我请问你，他受洗那天最快的人是谁啊？就是你，比他还快乐，比你自己受洗还快乐，不是吗？你自己受洗没有看，当你看你所带领的信主他受洗那一天，你真的喜乐，因为看见你所付出的代价带来生命的改变，你撒的种有所收成的嘛。所以我们看见要经历丰富生命的秘诀，不是在于得着，反而在于给予。你们只有一个真正懂得付出的人，才能在生命当中得到满足跟喜乐的。最后第四，要选择喜乐，跟你们说要选择喜乐啊！你说喜乐还可以选择的吗？当然是可以的。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其实这是一个命令句，不是可以选择的。保罗在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弟兄姐妹，今天我看见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啊，好像是只是被生活的情绪所主导。很多人每天生活好像就是背着一个情绪的大包袱啊，里面充满了各样的心理充满不满跟牢骚。
每天的生活啊，脸上就是布满了阴霾啊，一开口就是昨天真倒霉啊，今天有够烦啊，明天八成完蛋了。你见过这种人吗？你是这种人吗？他们却不明白，正是因为他们这种负面情绪，使得他们工作的果效大打折扣，人际关系大受影响，结果他们所抱怨那些倒霉的事情真的就一件件临到他们身上。不是因为他们有先知灵，绝对不是，而是他们容许这种负面的情绪主导他们的生命。其实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一点不需要让这个负面的情绪来主导我们。大卫在诗篇103篇第一节怎么说，我们一同来念。来，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你看见大卫怎么面对在他心里面那种负面的情绪呢？他们不是在听他的心向他来说话，反过来他在向他的心说话，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什么是在他里面的？很多时候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思想嘛。多少时候我们只是我们思想情绪的一个产物，但今天我们不要只是被我们思想情绪的主导，反过来我们向我们的思想，向我们的情绪来说话，要来赞美神，要用歌颂赞美取代一切的埋怨，要用喜乐取代一切的忧闷。你知道当一个人心中可以喜乐起来的时候，他就能够看见摆在他面前的机会跟道路。当一个人喜乐起来的时候，人际关系很容易被建立起来。当一个人喜乐起来的时候，就发现他手中所做的事情真的就比较容易顺利啊。所以我常常说，你心一通，路就通嘛。为什么路不通？心不通嘛。可是什么时候当你选择喜乐，靠主常常喜乐，无论任何环境向你的心来说话，不是听你的心来说话，当你选择写你心一通啊，你就发现路就通了。所以今天当你心中有任何负面的情绪跟思想的时候，要记得不要把垃圾放在心里。给你们说，不要把垃圾放在心里，要选择靠主喜乐。 Amen。弟兄姐妹，一个喜乐的心是需要在生活当中操练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目常常被生活中的困境所辖制，以至于我们看不见神手中的工作。但事实上今天无论你的境况有多么的艰难，神的眼目从来没有偏离，神的膀臂从来没有缩短过。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定睛在这位坐在困境之上的主身上，选择靠主喜乐，凡事谢恩，而且让恩典来永留，我们就必然能够在困境当中经历神的大喜乐。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我们现场，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你，你是赐下诸般恩典的神。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主，让我们真的眼睛不是看我们的环境，让我们眼睛就看你这位赐恩典的神，看见你所已经在我们身上成就的伟大奇妙的事情，思想到你正在掌权，你的手正在工作，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奇妙的作为来，也让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顺服的心，选择来依靠你，选择来回转，选择来靠喜乐。哦，主，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像大卫一样，真的像大卫一样，无论我们的环境是如何，向我们的心说，主啊，向我们的心，我的心啊，我的心啊，要来歌颂，要来赞美，因为我们的神是配得赞美、配得尊崇的神。神是我们生命的大主宰，率领我们不断地向世界、向环境、向仇敌来夸胜的神。谢谢我们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一同起立，我们唱这首诗歌，哈利路亚。
的心呢、啊？我的心呢、啊？你要全心全力呈现在美主，因他心事广大，心海永存。是的，主啊。我的心呢、啊？你要一天七次呈现在美主，因他恩典共有，使我刚强。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困境试炼使我遇见主，你为我成就大事，超过所求所想，我不怕。哈利路亚！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从你风景的胜利开歌，你为我再见不必击败所有仇敌，我要永永远远呈现在我的心呐、啊，我的心呐、啊，你要全心全力呈现在你主，因他心事广大，慈爱永存。我的心呐、啊，你要一天七次呈现在你主，因他恩典共有，使我刚强。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困境失恋使我遇见主，你为我成就大事，超过所求所想，我不喊哈利路亚。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从你困境变为胜利开歌，再见不必击败所有仇敌，我要永永远远呈现赞美主。弟兄姐妹，你可知道基督徒应该是喜乐的吗？基督徒有权利大喊并大唱的，因为我因为神是掌权的神，无论环境是如何，无论你现在所面对的境况是如何，神仍然在掌权。哈利路亚，神能够将一切的困境变成神的恩典，你相信吗？只要来赞美他吧，向你的心说话，不要听你的心说话，向你的心来说话吧。我的心呀，赞美神吧，我的心来歌颂神吧。我告诉你，你有100万，超过100万的原因来赞美神。我们的神这样奇妙伟大，我们的神是恩赐恩典的神，我们神一生当在你一生当中带领你走道路的神，无论顺利困难，他都在里面亲自为你开道路的神。100万个原因，你要来赞美神，千万不要让你心落入苦涩当中。你心现在有苦涩埋怨吗？向你心来说话吧。哈利路亚，来赞美神，称颂神。哈利路亚，唯有他配得。哈利路亚，每一次。赞美主的时候，困境失恋使我遇见主，你为我成就大事，超过所求所想，我不喊哈利路亚。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从你动静变为胜利开歌，你为我拆迁不必击败所有仇敌，我要永永远远呈现赞美主。这里说要一天几次赞美神啊？7次，七次，一天七次，不是七天一次，一天七次要来赞美神。早上起来要干什么？赞美神。早上一个 break 要干什么？赞美神。吃中饭要干什么？赞美神。下午一个 break 要干什么？赞美神。吃晚饭要干什么？赞美神。你晚睡觉前要干什么？赞美神。一天七次要来赞美神。我告诉你，如果你一天七次赞美神，你一定是个喜乐的人，绝对是个喜乐的人。如果你一天七次埋怨神，我都不会想见你的面。我告诉你，要来赞美我们的神的儿女。一天七次来赞美神，你的生命绝对不再一样。哈利路亚，每一次，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困境失恋使我遇见主，你为我成就大事，
拜所有仇敌，我要永永远远称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神，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要记得，神有伏兵为你预备，能够击败你生命当中一切的仇敌。哈利路亚，当你敬拜赞美，神就差遣伏兵为你来征战的。阿们，哈利路亚。若在我们中间或在网络上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朋友，今天是最好的机会。耶稣是赐下诸般恩典的神，在你人生的道路当中，你是多么需要这位赐恩典的耶稣在你生命当中。只要你愿意，你今天就可以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可以跟着我一起祷告，我祷告一句，你跟着我祷告一句，来接受耶稣进入你生命当中，好不好？如果你愿意的话，跟我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是赐诸般恩典的神。今天我愿意回转归向你，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我愿意一生跟随你，一生来侍奉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阿们。恭喜你，如果做刚才的祷告，让我们在神的大家庭里面一同继续成长，更多的经历神的恩典，阿们。好不好？一同领受神的祝福。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感谢赞美你，我们欢喜快乐，因为你真的是赐诸般恩典的神。为了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献上感谢，也再一次重新委身在你的国度里面，愿意为你而活。谢谢主，在这个时候，但愿主耶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